最近没多久去哦。有啦，我咱有去迄个农场是宜兰的。这个是古早味的高丽菜煎饼哦。里面有我们的菜脯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的地瓜甜甜圈。那要吃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网咖，是什么什么东西？哦，哎，这个，哇，太酷了吧！自己家里好像弄一个这样，弄一个这样空间多好啊！那这个早餐也太高级了吧！我以前在网咖只能吃泡面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